这个就是鲁班索里非常火而且很有挑战性的魔斗54体。它的玩法是将这54个体型的小木块拼成一个正方体。这款玩具看着简单，其实大部分人在打乱之后都没能再恢复原状，是一个比较烧脑的积木玩具。今天的视频我就用正确的方法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很多人在玩的时候会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拼，这样会导致空间利用的不合理，最后始终拼不出一个正方体。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。它一共有六层，我们可以先拼出两层，再以这两层成为一组，直接复制两次。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也是一条捷径。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也可以开发其他玩法，做到每一层都不相同。这款魔斗非常锻炼空间力和记忆力，闲暇的时候拿来玩玩，也有减压的效果。你们觉得这款玩具有难度吗？